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十月挑战任务的 Extra One， 那这边带大家用全地狱的合作配置的大奖化眉丸来做一个通关，副队帮我找上杠。好，那朱锦帮我携带一颗腐化龙颗。哦，神族的腐化有三封、六封、七封、九封，你要带哪一个都可以哈。好，那如果说对五根龙颗配置还有疑惑，没看清楚可以按暂停再看一下，剩下就边打边讲解喽。来，第一关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先抓化眉丸不守消，然后我们先大力转一个回合。好，这个大力转其实也是为了让火珠掉多一点点下来哦，这样子化眉丸的队伍技可以让它加速减 CD。好，化眉丸，对，你可以看到平砍伤害并不是那么高，所以我们大力转哦，基本上也还是有充裕的时间让我们洗技能。好，那第二回我们改成火骑手，然后大力转。好。好，那第三回化眉丸的技能就会跳起来了哈，那我们就开那个化眉丸记忆，然后我们点心，好，然后我们直接抓化眉丸。OK。好，接着第二条，更正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的一血敌人会自己死去。好，来接着第二条血呢，这边我们开龙科之力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化眉丸记忆，随便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开仙太。好，然后开四元一样随便选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接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再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抓七子角色珠，哦，这样就直接是数字二三了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三。好，第三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终于可以来用杠了哈，来杠的 G 一、G 二、G 一。好，然后火骑手把全满都涂过去。OK， 好，那这边七组属性就借由杠的这个一消来达成。好，那年师有碰到至少四格，就可以无视工钱哦。我们这边是已经全碰了。好，接着第四。好，第四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开化眉丸记忆，然后我们随便点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抓化眉丸年师全碰，但是不要手消，我们先偷一个回合，就你怎么走过去怎么走回来，我们先走到原本的位置，然后拉到最下面，这样就是不手消的选择方式之一。好，第二条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跟刚的操作一样，先开那个七子。好，然后一样抓化眉丸年师全碰以及不手消，我们先偷一个回合。好，先不手消 OK。好，接着第二回合的话呢，我们就开朱锦的记二，我们给它变身下去。来，接着我们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化眉丸记一点心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抓化眉丸全满涂过去就可以了。OK。好，那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五。好，第五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开个杠的记二。先把年师叫回来哈，好，来接着我们抓化眉丸不守消，但是我们年师一样全碰，先偷一个回合。好，第二回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化眉丸的记忆，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四元，然后我们选择鬼鱼。好，然后我们开朱锦的记忆，点水加光。好，那个水的话是第一直行哈，然后光的话是第四直行。哦，就是四元的鬼域版面，它是水火木光暗心这样子排列过去的哈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我们再开一次朱锦的记忆，那这次我们换成点木加光哦，就是第三跟第四直行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就是火骑手年师全碰，然后把光珠转成三组 L 字。好，那这个三组 L 字呢，就是交给卢米纳斯那时候记忆的你了哦。就那时候怎么转的，我们这时候就一样把它转到位就可以了。OK。年师全碰，好，好，那这边一样跳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六。好，第六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再补一个龙科之力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开杠的记二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火骑手先不守消星，我们先偷一个回合哦。好 ，OK。
好，那第二回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开四元，然后我们选个鬼鱼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开画眉丸记忆，然后我们点木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抓四元，然后黏丝全碰哦。OK。好，那这边四元是可以无视多级啊，不过讲真的，好像也打得差不多了哈。好，那这边就带过去。好，那二血这边敌人就会自己死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七。好，第七这边的话呢，第一回我们先开七子，然后我们抓画眉丸黏丝全碰，以及回到原本位置。OK， 好，好，这次就手消了哈。那我们先让中间跟左边炸掉哦，这样子600,000的血我们还扛得住。好，第二回呢，我们就开七子。好，那我们开画眉丸记忆点心。好，那这边就一样哦，抓画眉丸全满涂过去。OK。好，好，接着来到第八。好，第八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开朱锦的祭二。好，先复消哈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去转对九 C 两次哈。那画眉丸的转朱时间其实也还蛮长的，所以这边祝大家一切顺利哈，就努力尝试把它转到位吧。好。好，这是第一次。好，这边要再第二次哦。算一下 ，OK。好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九。好，第九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开画眉丸记忆，然后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四元，选择鬼鱼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我们抓画眉丸，然后我们要手消全木，以及至少留一颗加护珠下来哈。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加护珠扣着。好，这样子 OK。那你如果怕天降把它消掉的话，你可以多留几颗哈。好，那这边一样带过去。好，接着准备来到王一。好，那王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开个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仙太。好，然后我们开杠的技一加技二。好，这个是为了把状态挤掉哈。那我们这边火骑手先黏丝全碰，先偷一个回合。OK。好，那第二回的话呢，我们就火起手，然后我们去把这个印记消一消，然后黏丝也全碰哦。好，印记你只要消到五颗星珠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第三回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画眉丸记忆点心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抓画眉丸就可以了哦。哦，刚好黏丝也被我们挤掉了。好，那二血的话呢，敌人就会自己死去哦，因为你一血开了画眉丸记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全地狱乐配置过这个月挑战 Extra One，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